2016年4月17日，网上传出一段题为河北丛林门见过的铲车大战的视频，画面中多辆铲车在马路中间架开铲子混战，场面令人震惊。随后河北省邢塘县委宣传部县公安局回应记者称，邢塘县确实发生一起铲车当街混战的事情，但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。我去呀，我去。我去，拆车大战啊，我去。